八点喽，大家安安，我们今天的玩命枪战时间又来啦！哎呀，那个最近有一阵子小小没玩了，今天我们又再度重新返回了，而且它最新的更新有没有看到恐龙灭机在线？非常非常帅的这个活动啊，它主要就是有新的枪械。对，只要在这个期间啊，你只要进行游戏，哎呦，就有机会抽到这些的枪。它主要呢，这个恐龙大密宝，每天好不好？只要累积游玩一段时间，就可以送你这个密宝图，就可以用这个密宝图来去抽枪。那这个时间也是累积游玩的，所以你不用在电脑前一口气游玩90分钟，那就让眼睛都在要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累积游玩，好不好？累积游玩。好，那我看一下声音有没有需要调整呢？一宿一，这样感觉声音还 OK 哈。这是背景哦，背景不能太大。效果，我来调一下好了，因为我私下玩，觉得他的枪的声音感觉被调低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啦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今天又要来继续打枪枪。哎呦，这个声音好大哦，还是小一点。刚刚42应该都是我完美了，调个43，我们就是要倔一点。哎呦，行。那这个竞赛呢，也有一些东西啦。应该说它，现在是竞赛时间，现在有这个比赛，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挑战。我们呢，哼，新的职业推出了，我们当然就要挑战新的职业，兵种，新的影子舞者部队。这个兵种啊、部队啊都是免费的，之前都有跟大家讲过。对，我们今天就要来挑战这个影子舞者。这个呢，是可以使用暗杀小刀给敌方致命一击。我们等一下试一试，给大家看看就知道了，这很酷。我私底下也有尝试成功过，只是面对大大，面对一群老手，我就不好说啦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做到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挑战啦。那顺便来玩玩新的地图，里约热内卢就是这个新地图，它模式有新的，是玩小枪的，还蛮可爱的。说不定晚一点我们也可以来试试看，但是一开始 HUT 对不对？占领模式正 HUT， 那么我们就来挑战。好，250分，大家要玩的好不好？都可以直接输入密码进来，来密码咯。嗨嗨，密码只能数字哦。9487，每次都来9487，90号房密码9487，好不好？等着你们，等着你们。现在应该等稍微一下子啦，因为我们今天避免会卡，所以这个直播调成一般延迟，对，就是会慢一点点，你们才会看到。所以你们想要加入的，好不好？都可以赶快来抢。怎么今天愿意陪我玩的人比较少，大家都可以来啊，免费游戏啊，想玩都可以玩啊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可以来啊，今天怎么了？在座的各位，掏起你们的枪枪，我们要来干嘛？打枪枪啊！有来了，有来了，来，是不是那个啊？延迟直播，延迟的调整，因为今天这几天就是会 YouTube 我这边不晓得为什么一直在卡啦，对啊，所以就转换一下，让那个你们看到的画面是30秒后的。对，感谢超级留言，没有看见吗？看见什么？你说新的赞助吗？有看见，都有看见，感谢新的赞助，刚刚在介绍啊，好。那想玩的都可以来，好不好？我留个链接给你们啊，免费一起加，要玩的等一下都可以来。
我们要打枪枪。OK， 看来今天的对手，哈哈哈，我应该可以拿得这个 MVP 吧？对不对？看这个对手好像都是以前没有来的，哼，是时候让各位知道我的厉害了。然后等一下 tab 一打开了，有没有？每一个都是三星上将，我就只能跪倒在他们旁边。现在因为还在等候，没办法使用这个技能，跟那个飞行一样，飞行兵一样是只有三次的使用。那他按下去，他就会往前暴冲一小段距离啦，差不多就这样的距离，没有很远。那如果中间有撞到敌人，直接一个背刺，直接解决对方，不开玩笑，秒杀，好不好？我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哦。我看我不动，按 F， 哦，距离有再更远一丁点啊。对，很酷，很酷。好，那我们就冲啊！但是主要就是负责偷袭的啦。对啊，你正面的话就没有办法了。感谢草木级留言，这什么中二的话？持枪的王者枪，持枪的王者带钱用你的王之锁，太中二了，我不会念啦。电脑游戏，你网页也可以玩，但是下载玩更画面更优质，好不好？来，对方上面哦，对方在上面，我来了，有看到，想干嘛？啊，你以为有制高点就了不起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上面下面都是我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我的缆车走了，我原本想说可以搭缆车，沿路杀人有没有？缆车杀人凶手就在此，无法成为了。呵呵，有远方有人，我这是冲锋枪，不适合打远距离的，没关系。哎，领地是我们的，我们干嘛呢？就在这里 say hi， 哇，我们下一步缆车就要来了，来，哇塞，大家好凶啊！打成一团啊，然后我就还这么悠闲，可是对方完全没有抢我们的车，哎，也没有来站点，不是车啊，都没有来站我们的点，所以还蛮 peace 的，有，我们可以很悠哉 ，safe， 没事，啊、哦，这次是这台，有，上车，没事，稳，很多人这时候一定在问说，哎，巧克力，上那个缆车可以干嘛？看风景，美好的风景有没有？这个巴西，这就是巴西的国家啊，里约热内卢，哎，巴西啊，哦，那是垃圾，我差点看成敌人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好像说有点不太好，把敌人看成垃圾，不是把垃圾看成敌人，哎，不能反过来说，这个如果是那个喷射兵的话就可以直接往下跳了，你只要配上喷射兵的技能就不用怕，但是呢我会怕，好不好？我会怕，呵呵，非常的悠闲欸。欸，有枪声，很近，可是好像跟我无关。欸，这一场难道说莫非我是个边缘人？不要，哎呦，喂，哎，没射到，哎呀，我刚刚想用技能砍他，就被另一个人给弄断了。哎呦，有，至少我们刚刚怎么样了？有对战到了，这个怎么一出来就死啊？那边上面，有，哎呀，对方也，呜、哦，又一个，我在布置弹。南方大王，你挂了，大王。OK， 没关系。现在对方把点抢走，我才想说这样比较刺激啊！他从哪里来的狙击枪？后面射过来的。还是我换一条路走，那边被狙击给压制了，不用担心。这里，哎，有队友，有我，一切稳扎稳打。Go！怎么走比较近？我们来玩个电脑，还有 CD 时间。等候他，这个是爆炸按钮，来，哔，炸这一区好了，走，动起来，
干嘛自己人啊？为什么瞄我？敌人在那里啊！敌人在那里啊！哎呀，还想弄我？走走走走 ，Go Go Go！ 我们要抢点，抢回来。小心狙击，小心狙击！刚刚这里就有狙击，现在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走走走，我有事，有事，又是他，又是他！我知道他在哪了，我知道他在哪了。哎，哼，你怎么在这啊？你怎么在我们家啊？我看一下要怎么走、啊。他在上面呢、欸，他在上面，这里应该有可以往上爬的，往上爬的。哟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哦，哦，白色旁边就是敌人家啦，我们跟敌人家非常的靠近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，至少现在点是我们的，点是我们的。哦。我们就与敌人家这么靠近啊，喂，哎，没砍到，喂，哇哇哇！他用技能潜行者小刀直接砍歪我，我刚刚技能反而没砍到。我知道啦，我就要直接去打人啊！喂喂喂，我砍！哎呀，被队友先砍走了。可我想要直接小刀砍砍，来来来来，呜，呵呵呵。他的复活点在那啊，直接被砍死了。哎呦哎呦，有人哦，有人哦！想干嘛？想干嘛？还在那边扔，还在扔，还在扔。哼，我的小枪的准度也是 OK 的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。感觉我们双方算是势均力敌吗？势均力敌哦。走走走走走。会，我们从上面走好了，下面感觉都一直打成一团。喂，走走走。嗯，这里不能开门啊！开门啊！让我出门啊！哎呦哎呦，摔到了摔到了！哎，还是前面啊，我从那里跳出来，我想说奇怪了，我之前记得可以走。快走快走快走，他聚集他聚集，不要理他，我们先去站点，点箱是我们的，还 OK， 把点干嘛稳住，好不好？想当年我在这里待了一辈子之久都没有敌人，呵呵，看来现在又可以继续玩这样了。变成自己，变成自己，嘿嘿嘿，伙伴伙伴，他是喷射兵，都不是医疗兵，好难过，好想要被人家呼呼，想要被呼呼的感觉。喂，有人抢点，有人抢点，谁？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抢什么点？抢什么点？哼，哼，这个点，我可是我造的、啊。队友上，队友上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呀，死不是，死不是，很 OK 的，很 OK 的。放颗烟雾弹帮助你，好不好？没有用是不是？闪光弹，闪一下对方。他在对面，说不定我可以从这里过来瞄。刚刚这里有敌人啊，他是死了。safe safe， 没事没事，非常的稳健啊，轻轻松松拿下一局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这世界有我在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虽然我们名次不高，但是。因为都遇不到人啊，他们都没有什么来站点，这个人一直在狙击，搞狙击的 ，biu biu biu。OK OK OK， 来，我们再来，里约热内卢，感觉那个玩站点比较还好，因为他的点比较远。对，我们可以来玩个夺取或者爆破，夺取什么那么大的地方，跑起来感觉就更加刺激了，好不好？来哦，要玩的。1487，大家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那再过30秒，各位才会来。现在直播延迟改的久一点，所以稍微等候一下大家。哎，我调到画面了，没事没事，我想要调这个聊天室。哎，要玩的 ，waiting for you 啊 ！What are you waiting for？ Waiting for you，OK、okay?。调整一下视窗哦。OK， 这样子妥妥当当。
这样子妥妥的啊，妥妥的。哎呦，在我还在调整的时候，大家都来了，哼，打爆你们！喝个水，喝个水。要怎么玩？网页游戏直接下载，不对，网页直接玩就可以玩啊！你要下载下来，就像我一样，高清游玩，玩起来有没有更加爽快？好不好？有聊天室在这里还不错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！你们要我玩什么，我就来玩什么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接受。